者冯一鸣综合报道，演员郑嘉玉从24岁出道，凭入一部《怀玉公主》走红，当时红的程度不输给如今的赵薇、范冰冰，但当年却传出她靠陪睡换来女主角，让她相当气愤。郑嘉玉表示，我不是矫情，根本不知道自己红，因为都在棚里没有感受到。当年拍《怀玉公主》，不时传出负面消息，当时她真的很崩溃，听到难搞两个字都会觉得困扰。在《怀玉公主》之后，郑嘉玉不但未再有走红作品推出，甚至低调到几乎销声匿迹。相较于当初的红遍大江南北，郑嘉玉心中相当感慨。在香港出生的他，自小父母离异，因此是由外公外婆带大。郑嘉玉自认拍戏敬业，从不迟到早退，但人红是非多。郑嘉玉说，那时候全部的演员、资深演员、制作人都欺负我，只要我坐过的椅子别人就说不坐，上上下下都说我女主角是睡来的。拍摄《怀玉公主》的时候，曾经一度传出男主角孙耀威假戏真做，对郑嘉玉动了真情，但孙耀威却一直否认此事。郑嘉玉对此事解释，可能孙耀威跟我戏最多，看我很可怜，比较照顾我。如今郑嘉玉身边已有男伴相陪，当年绯闻对象孙耀威也已经娶妻。想到过去，郑嘉玉一笑置之，他说没考虑过婚姻，因为戏里穿太多次婚纱了。郑嘉玉当年靠《怀玉公主》成为热门小旦，拍摄自 YOUTUBE 郑嘉玉爆料曾被集体霸凌，拍摄自郑嘉玉脸书